星河璀璨的我们是由嘉义卫校领衔主演的青春校园剧，该剧已经定档，将在6月24日开播，讲述了学生女主陈明为了实现自己心中音乐剧演员的梦想，开始突破父母、学校以及艺考专业内容审核的重重困境，成功的进入国内首屈一指的艺术院校，遇到了傲娇中二的顶流 idol 男主佑之奇与一众志同道合的好友，为了各自的梦想披荆斩棘，经历成长，收获爱情与友情。女主用一颗阳光善良、积极进取的心，一步步地接近梦想，成就自己的青春时代。该剧已经定档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